今天是2016年6月15号星期三早上9点半，我们又到了林克彦林教授这边，请林教授帮妈妈做调整。哎，那上个礼拜我们因为礼拜三妈妈看牙齿啊，那礼拜五林教授有事，所以上个礼拜就做一次。那这个礼拜呢，礼拜一是下雨吧？对，雨下蛮大。啊，雨下很大，所以我们也没出门，所以等于两个礼拜了，10天了，我们只做一次，今天是第二次。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自己有跟他做，我自己有跟他做。精油，嗯，妈妈的精油放在哪？这个是我的一个好朋友，他会这个古老西方医学用精油，哎，那我也跟他带出门。我妈妈是，我能想得到方便，有朋友愿意帮忙的这个自然医学，全部给她弄上。你看这样，有闻到香味吗？嗯。她说这个是用喷的，我之前搞不清楚，我是跟她放在按摩油里面一起，因为之前有人。有人是精油是用按摩的，来教我是精油是用按摩的，所以我也搞不清楚。精油也是用那个加热的那蒸发的。嗯，反正这已经是第二个疗程了，效果还不错，很好。其实哈。李教授，我做了这么多，五花八门，我也不敢说是任何一个。反正我说，我常常讲啊，健康的方法越多越好，不要排斥它。对。任何一种疗法都有它存在价值。哎。如果没有存在价值，早就被淘汰了。能够延续下来都有它的存在价值。啊，他也说，妈妈这个是第二罐，我这个是第一罐哦。啊，我自己也。哎，他也帮我做了一个。可惜啊，今天下午那个姜老师那个，他一照那个光谱，说不要缺口的话，不是我生理那个药不好。哦。所以他的那个精油。它是吃的，哦，它是精油里面做成花卉，不止花卉，都是植物的能量讯息，它叫讯息疗法。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来，几年前哈，我手可不可以不能这么松？哦，我不知道嘞。他说这个是用那个闻的，它的效果是用闻的，都没关系，喷喷也无妨。别的给他喷喷，妈妈给你喷喷香水哦。哦，有点湿湿的哈，有点潮潮的。跟你讲哦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就是，大概3、4年前吧，我有一次去
扫墓，扫墓完了就一起吃饭嘛。就吃饭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我没有办法吃了，因为牙齿痛。哦，牙齿痛了，没有办法吃，我只能喝水。喝水不会痛，但是吃东西都会痛。咬就会痛，咀嚼。对，一咀嚼就会痛。结果这不行啊，这没办法吃东西，这个大问题。当天是礼拜六，结果呢，我就跟我的牙医师讲，牙医师就是在这边。结果他那天他不在，他说叫我晚上7点钟过去。他礼拜六是没有看见。我根本不干这。礼拜六可能只有早上吧。那你看上去是特别能走。对，因为我认识他，他是我爸爸的朋友，我从年轻看到现在，那个医师70几岁，我从小有记得开始就是给他看。你有记忆的。我记得我去看牙医，就是给他，我爸爸就是带去给他看，对，他是我爸的朋友，我爸爸跟他一起去那个碧潭游泳呢。这样子。因为他中午休息时间，他就去游泳，跟我爸爸两个人在碧潭游泳，这样的。游泳。哎，游泳的朋友，他比我爸年轻很多，因为他现在才70多嘛。我爸爸如果还在，就100多，差30岁。结果，他就说：“我说这一次不在，但是我没有办法吃饭，能不能让我过来？”结果他就让我7点钟过去。可是我当时痛得要命啊，怎么办呢？我就想起有一个好朋友，我就打电话，我就想这个时间怎么办呢？找朋友聊聊天吧，那也许可以疏解点压力。对，就他告诉我他正在看展览，他说：“哎，你过来嘛，我们那个免费的展览在植物园。”结果是什么展？你知道吗？是花艺展。哎。那我就去，去看，然后就赶着7点钟，就这个看一下，对，可是已经有热的嘞，已经有热的，还是要看一下。这个比较薄，那个比较厚，用薄的吧。浇花一展完了，7点钟，我就去给他看，叫他给我检查，说：“哎，牙齿没有蛀哎。”不是蛀牙。他说不是蛀牙的问题，但是我说痛哎，痛到不能吃饭哎，中午我讲崩哎，然后他就跟我讲一件事。他说他有这种病例，就是他帮，就是说没办法，他痛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好虽然没有蛀牙，还是把他抽神经，但是他说不保证这样做会做完那个牙痛会好。哦，我一听这怎么办？他给了我当场给我止痛药，叫我那是礼拜六，叫我礼拜一如果还不行就去做这个处理。结果呢，礼拜六去看了花艺展，然后礼拜天、礼拜一我都没有吃止痛药，就没有再就都可以吃饭。我现在想起来，哎，也许就是那个花香，花卉能量，花卉的能量。颜色啊，花种，花种，什么叫花种类？它的种类，因为它很多种类。对，有各种不同的性质。这个江佩文这个16、17两天上课就是讲这个。
他从那个整个身体不是有天灵啊、心灵变。是。等一下，我接一下电话。我去外面接一下电话。膝关节还是很棒，膝关节，膝关节还是很棒。
那我就想说那次好哈，可能就是那个花卉的问题。花卉是它有讯息能量，能量讯息。像教会老师是到香港，不是到英国去学。学花卉讯息。讯息，调理。那我那次非常幸运，正好有大型的花卉展览，花卉展。那我也没有想太多，就正好就去，就是因缘际会。我觉得我实在是一个很有福气的，非常有福气的人，就是这样。啊，朋友啾啾哈，就正好，我从来也没想到去看那个东西。那天因为。啊，去到那边，2点多了，去到那个，去到这边来2点多了，啊，然后他叫我7点再回去，那中间这段时间不小心看看华语，就没想到这样就把我的那个暂时，不过我觉得那是暂时，它不是根本的。我进舒缓症状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们的这个遗骨是绑腿健康法，它绑起来了以后，我有一个体验，就是当我绑起来的时候，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它自发的有气在动。气的。哎，今天就有感觉到在这里。那身体，而且他每天气走的地方都不一样，对，然后他又走到这里来，所以我知道我这边没有完全好，因为他有气走到这，就表示那个地方还有不通，对。那我发现呢，你身体上什么地方最不通的地方，他气就先到那个地方，然后。一层一层的，做完这个，做那，做完这个，就好像扫地一样，哎。我知道的，清水沟。哎，它就是最不痛的地方先去清，然后它自己，它自己会比较。怎么了，妈妈？对，奇怪，今天。我在转。哦。我刚刚在旋转。我觉得这个很棒哎，你知道它这个地方，本来哈，你现在看的已经很那个了嘛哈，它原来这里非常的紧，然后那个肌肉都看着这边非常的怎么说，就是没有松开。收缩。哎，可是你看，我昨天还给它再做一次，那现在松了，但是还没有完全松完。可以看得出来哈，嗯，这个真的是非常棒，是非常棒。我就这样给他，怎么了，妈妈？太热了，太热了吗？好像还好，他的手还有点，因为他手是冰凉的了。他手的，你像那个姜老师，他是英国学这个花卉的。你在马来西亚是推广者。那去香港教了很多学生，我的一个英国的老师哈，学生哈，叫林浪。他中医师，他也学，他说对那个很多忧郁症、躁郁症、小朋友的过动啊、自闭症、
那个叫有些有强迫症，嗯，像他去洗手，一洗就洗一个钟。他这个是用吸的吗？还是你是用吃的？他做成那个小小的金球。把花茎做成金球。对，不同花会不同花种。哦。不同颜色。那他怎么知道某个人要用哪一个颜色？所以他有那个今天下午就有一个测量。嗯。因为这些他都做 polling test， 或者悬臂测。哦测试一下。我们两个大春那个手环测试。对啊，他这如果有能量，他就打不开嘛。不是，我总觉得那个。哎，我跟你讲。我妈妈这个精油是怎么测试的嘛？她是那个把精油滴在头顶 ，no， 精油那个瓶子挂在百会的地方，如果有效，它这个瓶子会震动，会跟它震动；如果没效，那个瓶子就是这样。那她跟我们做那个一样，啊，你说那个杨浩老师？对对对，意思是一样。真的。可是，那个还是有人在那转。没有没有，完全手不动的。手不动。完全我自己也做啊。哦。完全手不动，不是你去动。哦。因为你看它是一个固定物体，这个是线，嗯，所以说你去驱动不了它。哦。你想要那样转就不好动，它是中间旋转的绳子。哦。它自己会改。你有那个吗？我有。你买了？不是买，不是买他那一种，我是因为要你那个玛瑙做。哦。没买。你都没帮我妈试过。要是这个放进去的话，哦。你看，这边是线。哎，你挡住我的。上次你看，你要去动它。你要过来一点，不然照不进来。哎，你要到我这边来。你看，你要去动它，它不动的。这条颈椎在，哎，才照得到。哦，你说这样，你手有在动吗？没有啊。我感觉没有。手抓着而已。哦，那现在动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是正能量。表示我妈妈现在有正能量。嗯，对。这是好的，这是好的。那刚才我给他弄过那个副词，弄过这边是好的。哦。有数值这个逆时针，数值在正能量。啊，我手拿着它不动啊。用你手机来看它，哦，它就逆转。哦。这样就是我手臂旋转。哦。但是手完全不动。哦。不动的话，它自己会主要就是不知跟它醒波讲话，秋龟了，没来的呢。啊，这左右是什么？秋龟。哦，现在这么大。对呀，你看我手没有动它，它自己会摆动。啊。并不是手去，你看，你要动的话，你看手这样才它才会动，不然是要动。我这时候先。我拿这样子它不动。那这样在每一个部位都不会不一样吗？在人体的每一个部位都不一样吗？对。啊？那个地方不好的话就会逆或者正不了。那等一下我们来测试一下，把这个弄完，我们来测试一下妈妈哪里是会正，哪里会逆。对人体比较。常常什么东西呢？这东西的讯息是对它是对你身体是正还是负？正能量是负能量？我不懂，为什么不是测身体？一般都测那个讯息的东西，但是人体的话，一般怎么讲？
没有给它加，没有给它加工过的，那就不太准。什么东西不太准？我没有听懂。它的反应了，它的反应。妈妈怎么了？妈妈怎么了？洗过澡了，天气又很好。什么？什么？太好了，给你听听音乐好不好？我有带手机来。我听音乐，我给他听音乐。你感觉哪一类的音乐？你说什么？哪一类的音乐？我平常是给他听手机，不听，爱乐电台。我的手机吗？刚刚是不是放外面了？接完电话，你拿进来。